开始吗？让我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，健康平安。今天我们来教你们怎么样到处走花送给自己的亲爱的妈妈、奶奶、阿姨啊、婶婶啊、你的好姐妹啊。当你送这个粉红色的康乃馨给你妈妈、奶奶还是朋友，她有一种心思在里面。送给朋友呢，就是说啊、朋友、好姐妹，我忘不了你，我记得你的用心珍惜。长大，你歇歇吧。